五十米仰泳中国选手傅园慧预赛游出第一，半决赛却遗憾排名第九，再次无缘晋级决赛。赛后傅园慧来到混采区，神情十分沮丧。他说自己这次来广州其实状态挺好的，但如今这样的结果令他远远没有想到。我真的很努力的训练，竭尽全力去做好一切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我就只能接受它了。可能真的像网友说的，我真的不太适合游泳吧。而对于一年之后的东京奥运会，傅园慧坦言自己还是想参加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